为什么十善业道做不到？前面三句没做到。头一个，孝养父母没做到，不孝。第二个呢，奉事师长也没做到，中国谚语所谓尊师重道，没做到啊。为什么不敬老师？对道不重视。因为不敬老师，当然就不重视你所学的道。如果对所学的非常重视，你自然就尊重老师。老师指导你啊。那么如何落实孝亲尊师，这个是要做的。给诸位说，都在《弟子规》里头。能够把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你就有了根了。这个根是什么根？世间法诚圣诚贤的根，出世间法成佛成菩萨的根，你有了，你才会成就。如果没有这个根，怎么成就法？我们今天修学就根不要了，要好看的，花果很好看。这个大乘经呢是花果，四书五经是花果，好看的，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没根。有根，这些东西都是智慧；没有根，这些东西都是知识。知识跟智慧完全不相同。知识解决问题是有局限的，而且有后遗症。智慧没有啊，智慧是圆满的，解决问题绝对没有后遗症。西方极乐世界是智慧，我们今天的社会是知识，这个是佛弟子要认识的清楚，世间人搞不清楚，学大乘的人很清楚。